看向我们的右手边的媒体朋友喽。で続いて左側の方もカメラもお願いします。あ、すみません、右側です。三、二、一、どうぞ。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非常に开心的，今天我们第二号店铺阿多 Cosme Store 请。那另外一半的部分啊，另外一半就是我希望未来的另外一半也是非常的照顾自己的肌肤状况啊，还是就整个人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我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男生也是会化妆的，这我是可以接受的。嗯，所以自己身边的那个男生，他常常也会对于这种保养或化妆。我身边的男生现在就是我爸啦，我会帮，我也会带他来逛一下阿托 cosme。男朋友呢？男朋友呢？现在就是没有男朋友，就是开放真友。那之前有被拍到那一位？哦，那个就是认识非常久的好朋友，嗯，认识好多年了。那吃饭不联名，要不要讲一下？就是来台湾那么多年，对于台湾就是有没有就是心仪的对象？对一下了是吧？就觉得台湾男生啊，有没有跟日本男生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男生蛮温柔的。嗯，对呀、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朋友的男朋友呢，他每天早上那个接他一起去上班，嗯，然后下班了他去接他，然后回家嘛。嗯，我日本男生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对啊，我觉得真的台湾男生又帅又贴心又温柔，我蛮喜欢的。赶快追我们两个。